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na 谢玉婷。那我们的专项是网球。我国女子网球排名中第16名的谢玉婷，从9岁开始接触网球，一路上陆陆续续在各种网球比赛获奖，曾在全国网球锦标赛中获得单双打冠军，同时也在国际职业女网赛事获得冠军的殊荣。尽管就伤跟个人考量，目前专攻双打，但仍能期待她不断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。那首先，我们就欢迎小天使的进场。第一关，蓝旗黄旗举起来。你知道比赛时网球的时速最快可以达263公里吗？选手需要迅速猜测球的位置，并在宽有8公尺多的场地来回奔跑，因此这关就是要来测试选手的专注度和反应力。究竟网球选手在游戏上的表现是否会比较吃香呢？预备开始，黄旗举起来，红旗放下来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举起来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放下来，黄旗不要举起来，蓝旗举起来，蓝旗放下来，红旗举起来，蓝旗黄旗举起来，蓝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放下来，蓝旗举起来，蓝旗放下来。这是谁错？黄旗举起来，左脚抬起来。哇！他刚刚是突然这样，那我突然要换的时候，那你的重心不稳。黄旗举起来，右。第二道关卡，姿势大挑战。网球选手在赛场上需要具备灵敏的判断力以及反应力，这关用抢答来考验选手。第一阶段问题是生活中的小常识，第二阶段则是网球小知识。手汗，大家可能会湿湿，手都可以放进去吗？可以。数学是。下一题。阿令，然后。等我吧。好，换张惠妹、梁静茹、郭静。阿令，然后张惠妹跟杨丞琳。好，可以。下一题。可以啦。下一题。这好难。八个。我不知道。七个。加油加油。下一题。玉山吗？对，下一题。我刚刚想到的是臭豆腐。不是，日本、荷兰、美国。我等一下，我历史不好。包车，红包车。等一下，日本、荷兰、西班牙啦。网球。美国网球公开赛，然后澳洲网球公开赛，跟法国网球公开赛，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英国的草地呀、啊，温布顿。下一题，白色，眨眼，这么简单。下一题，零，对，这个我真的。Djokovic， 然后纳达尔跟 Federer 应该有 Federer。好，恭喜答对。这场比赛恭喜你的获胜。我觉得那不行，那好难哦。看来我可能没有那个，你知道，基本常识。